醒了，我正准备用它把你叫醒呢。放开俺！你个龟孙子！要知道那天俺就一飞刀扎死你了！快放开俺，听见没？放开俺！这是那间病房的方位图，路线我已经标好了，你们看。 这是那间病房的钥匙，门口守卫换岗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整，我已经想办法通知换岗的卫兵，12点以后去守卫另一间病房。现在马上12点，你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去搭救你们的人。姑娘，谢谢了。这样，现在已经到了最好的营救时机。钉子、铁塔、兔子，哎，咱们。 立刻动身，准备救他。等等，你们是要一起去吗？怎么了？他现在伤得不轻，虽然伤口已经缝好了，但是他还是很虚弱。如果说现在一起行动的话，你们还要躲避其他的人，带上他肯定不行。要不，还是不去了吧。俺去了。 也是给你们添乱，别害着你们，连人都救不出来。张大哥、白兄弟，你们赶紧去，把石头和九妹子他们都救出来。老柯，没时间。这样吧，我留下来照顾他，你们放心，我保证他不会出什么意外。姑娘，那真是太感谢了。 这样吧，我们快去快回。小江，我们快去快回。啊，一定小心。